我到底要怎么做才算是孝顺父母呢？我送我妈一把指甲刀，我妈说我好乖好孝顺呢。我送我爸东西，我爸也好高兴哎。我要买样东西来孝顺父母。妈，我买回来了，找到零钱给我好不好？我要存小猪。妈妈，好，你把那些零钱啊存起来好。谢谢妈妈。哎呦啊，哎呀，妈妈。小平啊，要不要紧啊？哎呀，是我新买来的碗哎。我赔就是了嘛，怎么办？明天就是礼拜天了，买礼物的钱又不够了。